我们回到卡罗莱纳州，在陆地与大海的交界处，掠食者可能不得不破坏规则。违反自然法则，可能才是最聪明的做法。这是海豚所制造的小海啸，看起来很像集体自杀，但这种古怪行为的背后潜藏着机制。低潮的时候，成群的飞鱼无处可躲。侦察兵运用回声定位，就可以知道100公尺以外的海底状况。海豚把飞鱼赶到岸边，然后排列队形。准备发动2栖作战攻击。海豚总是以右侧身体突然冲向岸边，但没有人知道确切原因。飞鱼和鹈鹕见状就开始鸟兽散，这里只有他们这群海豚如此捕鱼，而且要够专业才玩得起。